听阿妈的话，孩子千万别着凉。阿妈是不是让你要穿太多？然后阿妈说没有，小孩子就是要穿多。温度调节控制不好，所以其实你包太多，他反而真的发烧了。阿妈这是医生讲的，你听话。今天晚间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东森超市33频道。